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好。你的问题是，如果你的妈妈和你的丈夫同时掉进海里了，而他们是不会游泳的，你会怎么做？谁出的问题那么低呢？就是要考智慧的时候了。说简单的问题还是难回答哈。好，计时开始。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同时跌下海，我一定会选择救我妈妈先，因为很简单的，没有妈妈没有我们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。但是我会做第二个动作，因为我可能会很爱我的男朋友，所以我可能会跳下去继续跟他一起，看下一起上到来没有，上到来就一起上来，上不到来就所以我还是会先好悲壮，把我妈妈救上来。这妈妈不是很可怜吗？对呀、啊，非得要这么抓妈妈。你如果爱你妈妈的话，你应该会要好好的生活在这个世上。可是我妈妈还有我爸爸。哦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所以呢，你一个会游泳的男朋友，然后也不用跳下去，这样还可以救我妈妈。是，叫你男朋友救妈妈。OK， 我会回去再选过一次。好的。